能再喊一次我的名字吗？最近最想实现的心愿呢？办 family， 他就是孟佳。当褪去光鲜外表，天宇独家机。当我卸下寂寞包，脱掉高跟鞋的脚，是否还能站得高？当一天掌声变少，可还有人对我笑？停下歌声和舞蹈。恭喜我们的年度网友最爱女明星孟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佳哥孟佳。我镜子，我不想成为天花板，那就代表没有上升的空间了。那个我是真，那个是假，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，怕生命空白，却忘了该不该让梦掩盖当年那女孩。假如你看见我这样的我，但却又会闪躲，还是说你更爱我？非常的谢谢你们，我一定会载着你们的爱一路走花路下去。